过来，小抱抱。我跟你说，手脚要干净一点了。知道了，我改。一天天净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你看这是一个女孩子该做的吗？嘿，如果不是干在你妈给的这个多一点的份上，我都不给你做媒啊。你看附近这些男孩子，哪个不嫌弃你？不是我，你嫁不出去的。哎，放心了，我改了，改了。胖虎，胖虎，快点！哈哈哈！哎呀，干嘛这个眼神？我给你带好事情来呀、啊！啥事情？供销啥好事情？你这不是三十好几了？你不找个女朋友的？我这不是给你介绍个女孩子过来？你回家拿放大镜慢慢的看。我是蓝光棍来的，我喜欢这种身材又饱满的。这个是小泡泡，啊，22岁。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娶到这么年轻的老婆，我就喜欢只嫩长。而且我看你们呐、啊，都有夫妻相啊。对啊、哎，有一个哦，今天来啊，他是打算住下来哦。这个，那行吧，不过我这屋子没收拾啊。哎呀，收拾啥？但是有一些啊，要醒目一点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家境。就免了吧，就是。到时候你补上也行，到时候你们办酒那边啊，嗯、啊这个猪头什么的。办酒这边我不跟你搞这个，我要归本在，更加归本在你手上，你要多少我们直接说吧。不，现在人家成了都是这个，我只要你一半而已哦。那谁是？到那天如果办酒席啊，我是归的大本在你手上啊！哎呀，你看还是蛮精明的嘛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嫁给他准没错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人又老实，但是呢，他会做生意哦，这个钱啊是有的。嘿，嘻嘻嘻嘻的又说我坏话、啊？没有，都整了，全是好话，都是美言。哎呀。哎呀，剩下这点给他置办点衣服啊什么，那种我就不关心了。那行，既然啊都已经成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呀，走，去家里面追空调，屋里面有空调，不过有点乱。哎呀。这就好了，我去跟我老公吃。哎呀，老公哎，咋的？哎呦，来这个搞两只鸡回来。我买的。你买的？啊。你去哪里买的？街上啊。哎呦。走回去杀鸡吃。走。那。哎，老公，走，我们去三亚旅游。这次呢、就不带行李去哦。行，哎呦，不吓我一跳，你谁呀、啊？你们两公婆这么悠闲了，悠哉悠哉的，关你什么事？哎呦，都我家那个还没满月那个两个小公鸡啊，好吃吗？是吗？谁套你的脚的？啥意思？还不是你这个死肥豹、啊，你不要乱讲吧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织的满嘴流油，织的白白棒棒的，不是啊，我是买的，不要听他胡扯淡。对啊，你没有证据，不要乱说吗？还没有证据，我家还装了监控的呢。你看这个是谁？哎，你怎么干这种啊？你哎呀，老公啊，好凶啊！哎呦，这个是谁？哎，这个是谁？哎，回我家的鸡，鸡都被他织了，那就回去。要多少？800一口价。哎呦，你的鸡是？管你那么多，不行的话，直接把你老婆的狗腿打断。我跟你说，还有下一次，我跟你说，行了，零零铁证如山，零零零钱不要那么多，300就行了。别废话那么多，赶紧。
老公，哎呀，我省吃俭用啊，等下钱去三亚。整天偷鸡摸狗了，拿不到偷我家的鸡哦，胆子肥。要不是邻居邻居啊，我的狗腿都把你打断，牢底都要你坐穿。爸爸，走了。说这么多，你看，辛辛苦苦赚了点钱，本人打算带你去开油艇、住别墅、游个泳、穿个比基尼，你看嘛。又挨人家赔了800块钱，机票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我改，改，哼，我们附近的村啊，都被你兜完了。我这脸啊，走出门啊，我都用雨伞盖在脸上哦，都盖不住啊，用那雨伞盖到脸上。哎呀，我以后不偷了，行不行？以后不偷，你说这句话。像跟放屁事一样，嗯，行，这样，我也不跟你，也不跟你机会打，也不跟你过了，对付。哎呀，老公啊，不要这样行不行？哎，老公，哎呀，老公啊，老公，哎，什么不要这样？我过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对付啊？过得好啊，把我的脸啊都丢尽了，我都得用屁股走路了，走！靠你个行李，供销，供销！哎呀，胖虎啊！哎，别搞得那么热情，我害怕哦。你这是两口子要去旅行啊？哼，我带啊小爸爸来你家旅行来的。什么名堂啊？什么名堂？你给我介绍个什么人啊？专搞偷鸡摸狗的事情啊！哎呀，老公啊！别叫老公，老公！这不会吧？误会吧？什么误会？你别站我身边来！一站到我身边来，我后背就觉得发凉，尖嘴到背后一刀啊！你，我跟你说啊，是这么个情况。隔壁村的鸡啊、鸭啊、狗啊，都被他偷了个遍，一天天不是赔鸡就是赔钱。啊，行行了，我也懒得听你发牢骚了。他现在是你的老婆，你带过来什么意思？不要无脑的，走。对哦，对钱，对什么货？对什么钱？没钱，反正我要对钱，没有一分都没有，那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。你好啊，带着他跟你生活吧，我这个老婆也要不要了？不就那几千块钱了，彩礼吗？我也不要了，我都不愿要那钱，也不要跟他一起过。哎，老公，哎，过你干呀！你过来烦我干嘛？我不管，你给我介绍的，你收了老妈的那么多钱，必须要给我找到。彩，行吧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最后的最后，最后再帮你一次。你再不改啊，你爱死哪里死哪里去！哎呀，你不要靠近我家门口，我回去走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我跟你说，就是最后一次帮你了。那行吧。不然呢、啊，你就是爱去哪里就去哪里了，这辈子你就是打光棍了，一个人过吧。三仔。哎呀，公小来了、嗯，你看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那、啊、可以就好，醒目一点。也是啊。你有零钱吗？我要这个数。50，那你有零钱吗？找回给我。5000啊！哪里有那么多？身上总共200块钱。那新的都拿来吧。行了，你们好好过日子，我走了。我还想给50叫你找回来呢，怎么钱拿了？来，那请进屋。你过来，老公啊，回家呀？为什么家？出来。
这谁呀、啊？龚小谁呀、啊？装死啊！哎呀，你个死山仔啊，在这里来闹事啊！我在这一带可是有势力的。我管你有没有势力，收了我200块钱的煤钱，给我对来。哼，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，退什么退？今天我就破这个例，必须对。嘿，你们两口子不好啊，过日子在这里下午闹。我跟他不是两口子啊，离婚了。你不知道啊？哼，这种贼货你还介绍了我家？当初我都说给50块钱就好了，你非得讲到200。你不要胡闹啊，三仔！哼，我不要了，我兑回来给你。我现在啊，在村里面啊，已经3个月不敢出门了，到处偷别人的东西啊。白天我从来都没敢出过门，现在啊，都是晚上去干农活啊。你不知道我的苦啊！哎呀，在村里面啊，哪一家哪一户没被他偷过啊？人家大白天的来敲我的门，我都不敢说啊！你把他看好嘛？我哪里看得好啊？我头一扭，人都不见了，比狐狸精跑的都快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太可怜了，哎呀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啊！这种人，给我出去，不能乱说啊！砸了我的饭碗了、啊！你收好你的嘴巴！走！送给你吧，你走，赶紧，哎呦，滚！哎哎哎！